台中空军基地为了庆祝空军胜利纪念日，今年邀请了省员各界的代表参观装备展览和空军建行全天候警戒作战演习。各界代表在陈岩林少将的陪同之下，首先参观了空军各项装备展览，随后就到跑道头的景区参观空军 F-104 全天候喷射战斗机紧急起飞、警戒、作战的各项情况。他们对空军战术战备的精良和舰员们的英勇精神都一致表示赞扬。